那就拜托你了，那就拜托你了，那就拜托你了。绣得天花乱坠，绣得天花乱坠，绣得天花乱坠。可是王者峡谷中的重磅新闻呢，小黎还要再打听打听，有了确切消息后会及时告诉你啊。这可是王者峡谷中的重磅新闻呢，小黎还要再打听打听，有了确切消息后会及时告诉你啊。可能飞出他们同时出场的互动特效，敬请期待。